还有什么意思？你是讲台立台中区中间有的建设，要叫我早一点拿钱来做，安尼够有力无？是。安尼我台立和医院讲过的啦。哈哈哈！还佫讲啥？你有听到风声？讲我要做免费公车 TTJ， 你就甲我讲，这一定要先开大礼啦。我说啊，你大礼要出多少钱？你跟我跟自己你来就好啦。伊话甲我讲，我这边叫拢要结掉咯。当然，七点钟结掉，十分钟一班。坐免惊，免钱的哦，已经陪伴你啊！我拄则特别甲伊讲清楚，你丢过无？哎，伊还阁无讲票，今日讲十分钟一班，坐免惊，免钱的。我要甲你讲，还是你讲的是我讲？我讲的。我袂贵的。好啦好啦，伊也讲啥？有时哦，无一定有礼貌呢。我若无听伊的，伊就变面呢。但是咯。